三字经。三字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端稷穰。窦燕山，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夫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；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耻，方少死；亲师友，即礼。香九龄能温席，孝仪亲所当取。王四岁能让梨，悌仪长于先知。首孝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；三光者，日月星；三光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耶秋冬春夏，耶秋冬，此四时运不穷。耶南北，耶西东，此四时，此四方，运不中，应乎中，应乎中。